哎，这个怎么阳痿啦？我麦克风怎么阳痿呢？好，我们今天呢要来为各位介绍这款游戏，叫做《王国 Kingdom 战争余悸》。这游戏有几个特点呢？首先，这个是韩国原厂直营，超过100万名的韩国玩家一致公认良心几率。那你们如果有问题，请去请教韩国玩家啊。然后呢，有这个独特的公平自由交易系统，你可以在里面呢炒作装备。《王国 Kingdom》这款游戏呢，总共有4个职业。那新手呢，假设你们现在下载刚开始玩的，我比较推荐你们选游侠啊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现在人很多，所以你如果选近战的话呢，可能会解任务的时候比较痛苦一点，还没摸到怪啊，就可能就被射死啊。因为我们不喜欢这个，我们不喜欢做折返跑，所以我们玩的是游侠。首先，我们介绍这个福利签到，这个第二天登入就送铜戒指，是红装哦。第二天就送红装，最重要的是什么呢？有没有看到旁边这个？28天登入还不用一个月，你可以拿到一张随机的红便。有些游戏红便要出跟拉屎一样，这个游戏不用，28天就送，人人都可以爽红便。会送魔关羽吗？会送魔关羽吗？不会。你半夜的时候可以，他会送你一只角色叫魔老二，可以慢慢磨你的老二。所以呢，基本上呢，你都不用抽，你不用花钱，你就已经有蓝武跟蓝宠。然后呢，你只要再等28天，就可以拿到这个红变，这就是宠物有了，武器有了，变身有了，什么都有了。它讲求是浓，而不是讲求是储值。储值是有意义的，但是不是必要。我等一下跟各位介绍意义在什么地方啊？好啊，那我们下一 part 呢，会介绍大家最爱的。我们刚刚不是说吗？这游戏是佛心几率嘛，所以我们现在要给各位介绍第一佛，我们要来抽变身卡，高级变身卡召唤11次。各位兴奋吗？很兴奋，你知道吗？我兴奋。你们觉得我几抽能抽到红变？你看这里有这么多，这么多红变，应该11抽可以搞定吧？好，你们看到我面无表情，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这个就跟其他游戏一样，比较高级的变身会有特别的背板，那这个呢就是普通的背板，所以我们一次直接打开，因为没有高级后果。现在我们已经10抽了，10抽。嗯，气不对，我们继续，红的嘛，对不对？2000钻就抽到，那就没有意义了嘛。有了，你们看到这张卡背是不一样的，嘿嘿，又到了我们神奇的时刻啦！30抽就有红变，有这么幸运的吗？得了得了，哎，怎么有蓝有红？红的 ，red， 红的 ，Renard， 哇 ，Renard，fuck Renard， 30抽蓝变，40抽。差不多了吧？如果几率是2%的话，应该这次点下去应该要有了。那如果几率是1%的话，这次点下去应该也要有1/2的几率要有。以我的幸运程度，应该就跟有是一样的吧？哎，有了，红色的，红的，完了又有雷纳德，不要雷纳德，不要，红色的，谢谢大家，怨鬼是。50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感觉应该是100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应该抽到100次会保底。我除了这么多，至少要一只红色的吧？60哎，我今天应该很幸运吧，工程师。主播，你已经抽掉15个便当了，头奖到那么好抽的，哎。80哎，等等，气氛不对，80抽了，头奖很难抽，这是可以理解的，但是，是他逼我的，100抽，什么，买抽2蓝，我的便当，真是我肚子好饿，差不多吧，要留点钱给我吃饭吧，工程师，110，不对，气氛不对，玩这种游戏久了有没有？他们都有一个迷信，就是要到某些特定的地方。我们是碧绿之身，是不是？到碧绿之身，
每一个这种冲装几率游戏都是这样，都有一个很神奇的小角落。哦，有没有看到一个神奇的东西啊？就在这个奇怪的植物的脚下，开始我们的抽卡大计，差不多了吧？我都站在这么神奇的位置了，有啦！有啦！太佛心了，有啦！哎呦，有了，立马就中！我跟你讲，这个不是红的，我随便你们，好不好？我好了，谢谢。不但要是红的，还是我们游侠用的，一发就毕业。哎，我看到了，我刚看到有个红色拿弓的，就是他了吧？是吧？太好了，红变！不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不该这样子啊！我知道，这朵花是蓝色，所以我们只能抽到蓝的，红色的花上面 ，red。那我们继续，到了，在红色的花蕊上面来啦！我刚看到狼人呢、欸，红色，红色，好红，红色，狼人，爱伊修拉普，修拉普。我现在抽了四张蓝卡，所以我大概是200抽四蓝。我们抽变身之路呢，看来是充满了坎坷。我是这么的爱你哎呀，刚那个说有实况组20000钻就抽到红的是谁？谁那么帅？小许，所以他是红变红种都有，骗我吧，顶多有一个吧，干，一定是这个 KYT 帮我创的 ID， 什么你不帮砍我没差，那系统看到我没差就什么、啊、你没差是不是？那什么都不给你、啊、如果是我的专属 ID 狗骷髅三妈，一定是直接把他干爆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要做一件事，换个位置，换个位置，换一个这个神奇的大树，头顶绿绿的大树，我们穿透它了，叠在这个系统侦测不到的位置，在树底下。红变有这么多只哎，总该中一只吧？最后的机会，超越小许 ，red red red red， 好红，真的好红！零次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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恶女！哇，最后还来个恶女羞辱我哎，妈的，这恶女把我榨干嘞，操！同在抓奶拳。为什么旁边有个美女，我这不是暴动、啊？都你在旁边带衰啊，衰不会赢呐、啊！你们知道这种游戏对不对？当你抽不到的时候要怎样？抽不到的时候就要报复社会。我们现在要把身上的装备先打死他，再冲爆装备。等一下我抽一半，他把我杀掉，我装备喷掉怎么办？好不容易冲过，然后喷掉。七四四，七四四。七四四，抽不到。我们每个都在加八的时候就爆掉了。我们现在要冲这个绿色的，是我们现在手上拿的这一把，该有了吧？我抽这么衰，加八，加九，耶！哎，我们还有这个，还有这个箱子，一球二百。不会不会不会，我不会一球二百啊！哎，还是我们点自然之弓，对人类加成，然后开始乱杀人，发泄我们的愤怒，加六强化，直接到六。哎、欸，这游戏好方便哦！你看，直接点到六就直接加六，那顺理成章的应该点下去就加七了吧。Bingo， 答对了，卸载卸的起飞。那应该点下去就加八了吧？呜，那应该点下去就加九了吧？哎、欸，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了，要不要拿这只加八的弓稍微振作一下？这个点下去我就真的一穷二白。我这把点爆，我要空手，先去砍人。操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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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怎么了？看什么看？你妹妹送啦！嘿，射不死他哎、欸！咻！七四一四，下面有个超红变，为什么啊？为什么他抽到我抽不到？倒霉鬼啊！什么我没差？你看人家说什么我没差，就真的没差啦。我们杀完人了，再来抽。我不信我这么倒霉。我杀人了，等一下那个要来找我报仇嘞！你不给我一些……哇，原来是直接跳过才是最强的、喔。原来在那边一个一个翻，看起来像个孬逼，原来是直接按就有人。哎、欸，怎么又是蓝的？好吧，看来是抽绝，剩6000了。呀，哎，为什么变身都是绿白啊？有了吧？我这么的积极，这么的快速，
爹爹。哎、欸，可以合，可以合，怨鬼刺客为王，至少可以合一次吧。哎呦，又有刺客了！哎、欸，这个也有重复，这个也有重复。我今天凹两张吗？哎、欸，雷纳德重复了，重复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三张总该中了吧？难道我跟小许差那么多吗？嘿嘿 ，bingo 答对了。他两万钻有红变红宠，我他妈的四万多哎，一张红变都没有，有喽！哎、欸，这张好像比较亮，是我错觉吧？有喽！哎呦，两张哎！哇哇，太舒服啦！好舒服哦！欸、原来我赛是赛在这个地方哦。这样我算赚吧，四万两张红变还可以吧？一间房子等于两张红卡，攒到一间房子啊！砍人啦，砍你老木啦！哦，刚就砍了没？先烤哦。啊，没有砍我怎么会有两张红变，对不对？好，那我们最后呢，给各位介绍一下野外 BOSS。哎，有了，看到看到了，谢丘比亚，哇，果然是特别的明显啊！我们满血3300。打他会怎么样？谢丘比亚 ，miss 哇哦！看他一个回旋，我直接起飞耶！不是你好歹让我顶个两三下，意思意思嘛？3000D直接秒杀是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我的观众都是死人，是不是？看完就走。鼻涕大师国栋张伟航分析报告。我靠！我的是不是都机器人？也不按赞，也不评论，你走，按个赞都不会。难道是因为 PewDiePie 帅哥吗？点赞数7%、欸，国外很多都点赞，那你们那些都点赞，都机器人哦。